我们这次是8天7夜日本大阪跟京都，那我们今天有个特殊任务，由大一来带我们回饭店。还要怎么走啊？你往左转，这边这边这边，你这边走，这边走。我找不到。还是你可以去这边投诉，说怎么没有写借金线呢？他过地铁站，他拿这张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饭店的。没有跟上来。现在竟然不是能不能够走对路，现在是担心我们能不能跟上。这边感觉就很像那个达摩的饭店小房间。订阅。哇。怎样？大家好，我是凯文阳。喂，我是班静。好的，阿姨，我们这次是8天7夜日本，他们5天。还要八天，这次请的是大阪跟京都，刚下机场。那我们今天有个特殊任务，由大一来带我们回饭店。他想要练习可以一个人独立。对，可以放弃你们，放弃我。你为什么想要这样做？因为我要独立呀，我想要长大。今天就来测试一下，你能不能够成功把我们带回饭店吧。Go！ 我们要上去吗？你确定？有的，靠了你就大叫回来就对了。哎，所以你现在很勇敢在走。对，那跟大家分享各自的心情，有一个在努力找路，有一个在跟朋友讲电话，然后有一个人在试着散开他的 relationship。你跑比较慢，来走跑。这个是多40块台币，可以这么大？你要去看一般我长什么样？请先确认上方在 VR 加值11.6米的。What the fuck？ 这是什么位置？原本4个位置。太多了，所以还是不要随便走进去。怎么知道下？下一站，下一站。哦，有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还要怎么走啊？啊，现在我们还在电车里面，你要怎么走？你往左转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你这边走，这边走。找到了吗？它只有一个选择而已，不能出口吗？对，地下铁。没有这种事，怎么会没有？这种可能这边有不同的线，下只能写地下铁，还是你可以去这边投诉，说怎么没有写借金线呢？你看到借金线了吗？没有，上面就写在这边。上面画的是红色的啊，咖啡色，你注意看是咖啡色，这是咖啡色，这不是红色，这是咖啡色，你看 K20。我想说黑黑，这边怎么黑色的？你要冲去哪？真的要讲到我们站起来，让大家一吓到。其实还有2站。好，错了，所以你要罚站。考试没过，哪里？啊，走，可以。哦哟，超可以的哦。别往那边指一下。OK， 恭喜你，恭喜你，第一段。上面有写1234名，然后我们点的第一名的神户牛15000。神户牛，这应该是牛舌。横膈膜。我们现在要去一间酒吧，然后入口在哪里呢？入口在哪里呢？入口在这里，一个小小的标志在这边。你敢自己上去吗？哇哦 ，Hello， 这有人吗？这感觉很安静。有啊。Lemon juice and this pizza 很多层次的一个饮料，它咬的感觉，这冰镇感够了。它是双手摇，双手摇是比较强嘛，这它冰镇感很强，还是我太早？不要等这杯，然后太快了，还有酒感。这边调养的酒量是这样差，所以我就喝一杯，大概就要下课。EDPC Lemon Squeeze。里面吵什么？你有没有用水果？现在10点起来，现在已经11:30，各位观众。这位阿姨，这是阿婆。
嘛。他到底在水果要出门前是剥好橘子的皮？刚刚呢，那个已经说我明天一早我要自己去，说不定有一间千层书店，我要放生他们，他们扔太慢。他跟我说他要去，我说没有，在等你，你太久了。那你就先去啊，说要去的这地址在这边，反正你已经学会看地图了，不是吗？还不行啦，还在受训中啦。我要受训，今天才第二天受训而已，还是初学者。今天一整天似乎看起来都是下雨天。你现在干嘛？你怎么还有时间在做其他事情呢？我要检查。检查这个。OK OK， 那 OK， 那 OK。再喝完了这间 Glitch 的 Coffee， 它里面非常多样，然后做起来非常舒服。FEE。咖啡是精分子。我们今天的导游在前面，他先帮我们找路。哦哦，这个在帮妈，帮妈在搞。没有，我们在讨论很重要的事情。我昨天我爆骂昨天又骂了，又骂了。几点骂的？晚上十二点。所以我们去喝酒，然后你在爆骂。我就回家，然后坐在那边开始靠靠靠，妈进来之后我继续。哎、欸，我们要下去了。妹说的。等等。妹说她先开始。你作弊啊、喔，妹！你怎么给人家作弊？看到那个渡边桥。你不可以这么厉害，你要让他慢慢找。哎、欸，这都没有标示，你确定呢？有啦，我看到了。那我们集体往后，你还能够坚定你的想法吗？还是会怀疑。哎、欸，你看电车，往上哦、喔。前一秒钟还说我们要去肥后桥吃站，然后他就看到往上就叫我们。好，那我们往上，我们往上。确定哦。这个这个这个考试。他过地铁站，他拿在这。这什么？这个是饭店的。你们点的回忆哦。你都很多回忆哦。在思考。你有没有看错？你又在思考，无限轮回。好，我们现在来海游馆。我以为海游馆就像台湾那种海参馆，随时去可以随时进去，但是因为观光客人太多，所以如果要去的人呢，建议你们提早买票，他们有入园时间。Big boat， 这完全没有窗户哎，这很像大航海时代的船舱室哎。这边有个入口，上去。What is this place？ 哎、欸。怎么又看到你？这边这样，这边这样，这边船手。蛮酷的，给大家看一下船头感。OK 啊，就是一个搭时间的好行程，跟船上的人挥手。Nope。现在船上差不多搭了十五分钟，就是杀时间，杀，时间在这边快把它杀掉，直接杀，这，他死了，时间死掉了，所以要静止，三分钟，三二一，静止。先动的是 gay。毕业照。哎，看看他的脚碰手，好可爱。哇，现在大家已经变成超级地铁 Google Map 王了。看你没有跟上来。哦吼，现在竟然不是能不能够走对路，现在是担心我们能不能跟上。Oh my god！ 我现在其实蛮放心，因为你的状态整个拉起来了。所以各位如果想要再学一些 Google 地图课程的话，底下资讯栏链接可以看一下。我阿姨65岁还可以一天学会 Google Map。对，然后我跟妹会是分别课堂老师会来教导如何去。完全的教导。完全教导，可以步骤式、指标式教学。Okay。 这边是大马路，然后这边呢是一条神秘小巷。大阪铁板烧，进去给大家看一下到底长怎样。这是 sauce。好，大家早安，我们要先去吃法式早餐。
然后我们晚一点要去的我最期待的行程，也就是圣韦寺达摩小寺庙，中世纪女巫的家的感觉。好酷哦！它整个这里面都是塔斯达酱，很浓郁。我现在想要怎么下手？你先坐，这次也会碰到。你先帮我拿这个。好吃吗？都是 cream 味。一只品种不一样哦，怎么会突然间出现它呢？这是上层长老，中层祭司，最下层就是民众。这哗然，因为外面有敌军要攻打过来，所以他们要想要怎么办，怎么抵御他的城堡。第二个，好像没有开始，就很像。有什么不一样？这边感觉就很像那个达摩的饭店小房间，两个人住一间。怎么有不同的生物突然间出现在这边了 ？DBJ 在这边哟。男男女女，来，多希望你是好人。你觉得男人超赞，男人超烂？超烂，有烂有赞。目前遇到的都那、啊、你爱不爱？爱呀，爱不爱？不爱是不在乎。啊，你们在乎吗？目前还在在乎。Me too。我有发现他每一张都不一样哎。你看这张，他眼睛在这里，这张眼睛跑在这里，然后这张眼睛在上面。你知道代表什么意思吗？我不知道。带歪了。大概说这个眼珠都跑掉了，我们看能不能救回来。而且这里其实每个都是不同颜色的，像刚刚有橘色、跟黑色，还有灰色，看这个什么色？看不出来是什么。这个是要一定要盖好的。还有一个是完全跑掉的，比对一下。我买了一个这个，路边有看到达摩，然后有签在里面。水电臀，水电臀，哎、欸，我看一下你水电臀的电臀多。刚刚在选的时候，我就用手去感应，我一直抽起来，就是它，择天诀。可以 Google 翻译一下吗？听起来很糗哎！我要把我这个达摩留在圣韦寺，来看观众谁可以找到。或者其实达摩蛮好认的，是因为我的脸掉下来，刚白目在那边，我这边咻，然后啪，然后就掉地上。真的超白目。那下面有留我的名字，凯文阳，10月5号。但我会选这个数字，因为大家有看过《功夫熊猫》，师傅最后飘走就在一棵树下，我就觉得那个很有意境。送大家一句话 ：We cannot change the past, and we cannot predict the future. We only can enjoy present. So we call present.present， 那就错了好了。那希望到时的你可以有找到的那种喜悦。有个提示哦，在这里走下来。这有两个嘛，我把它放三个，可以修在一起。妹，杨姐火开吧，希望大家可以找到我的小大。He is hidden in the tree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对，他眼睛真的有点像哎，红红眼。哎，说你，因为我今天比较累，然后他们都说我的这眼神像什么眼神？被逼过。我是背，不是林涵一，是谁啊？超级领还是伪领？被压制的那一种，然后被压制的，我就你弄我，打你，然后我就。